所有的规律都是道，所有的事物都是道。两句话，第二个解答的问题是德。德是什么？德按照 古汉语的解释，德就是德，得到。你得到东西了，谁给了你东西，那么那个人就有道德。那这里的德是什么？这里的德就是每一位在座的老师